气，迪丽热巴谈爱情观，面包我有，还是谈爱情吧。迪丽热巴最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暴露了自己很正的三观啊，瞬间好感上升不少。记得之前范冰冰被问到是否会嫁入豪门的时候，她表示是自己就是豪门啊，也是让大家很佩服。而热巴在采访中被问到爱情观的时候，热巴表示面包和爱情的话，我个人的话还是选择爱情吧，面包我有。这一句面包我有可以说是很霸气了啊，而且热巴对待爱情也还是挺温暖的。他说他心目中的幸福其实很简单很平淡，就两个人一起看看电影啊什么的。他在外面工作，自己在家里做饭，热巴不喜欢邋遢和不上进的男孩子，粉丝们 get 到了吗？